综艺节目的那些套路，我们有请选手艾米丽小姐出场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恐怕你患了复刻恐惧症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要开枪弄死你，我绝对不要去复刻。下一个出场的我们都很熟悉。哦，他很有名吗？连续10年获得金曲奖。那不会是……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德芙总想心丝滑。不好意思，诺，我想给你一次机会。Yes。所以决定权在你的手上。他的综合能力非常强，但是他有一点失误，所以我很纠结。要不要让他过？我忘词了。防火、防爆、防弹，3秒还原，抗刮、抗压，冲撞无感，雾霾进不来，噪音挡外面，外面再吵也不会影响你的睡眠。和平楼盘，你的不二之选。